Hello，宝贝们，我最近不是搬了个新家嘛，然后我现在的工作间空空如也，连个像样的桌子都没有，就用的还是那种床上书桌，所以我现在准备跟我男朋友去宜家就买点东西，把它添置起来。OK，那就跟我一起，Let's go。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还有最近那个很火，怎么唱来着？白月光在照耀，你才从上面啊，在无际荡的波涛，也从不在梦里飘摇。白月光在咆哮，是什么来着？白月光在照耀，你才咆哮。路口右转，当前红绿灯直行。I hope that you're warm and safe.Memory that I can't replace, but you're lost in Paris. You're lost in Paris. It was over in a day. All the things I used to say, you kept to say. All the places we would go, all the songs we got to know, you held it all. I know that I need you now.That I won't forget, but you're lost in Paris. I hope that you're warm and safe. The memory that I can't replace, but you're lost in Paris.好，我在宜家买的桌子已经装好啦，这100多块的桌子真的是超乎了我的预期，还有这个凳子也很好用。我不是搬家了吗？那今天就趁这个机会带大家来看一看我的新家。这个是我家大门，然后我男朋友不是平时都要出去上班嘛，然后阿浪就会天天待在这边等他爸爸回家。接下来就是餐桌还有这个沙发，不好意思，有点乱，没有收拾。这里就是厨房了，不过我还没开火。冰箱里面就是全部都是我男朋友的酒饮料，全部都是他的，只有这一瓶矿泉水是我的。厨房对面这一间呢就是我的工作室，这四个柜子都是我的彩妆和护肤品，上面会有一些 PR 包裹啊之类的。然后这边有两盏灯，这个也是灯，这个也是灯，然后这个还是灯。然后这里就是我家的阳台，这是阿浪的狗粮，这是阿浪的窝，然后这边也是他的窝，看他想睡哪里就看他开心。因为我们住的是小二房，所以其实每个房间它的空间都不会很大。这边是我放衣服的柜子，这个是床，床真的是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因为我上一个家的床是1.5米的，这次换了一个1.8米的，我就觉得特别幸福快乐，真的这30厘米就能让一个人达到巅峰。再下来就是我家的浴室了，我觉得它这里很好的一点就是浴室这里它做的是一个干湿分离的设计。你看我把门给它关起来，是全封闭的，这样洗澡的时候水蒸气就不会飘出来了。因为我是一个很马大哈的人，所以我经常会容易忘记涂身体乳，所以我就在浴室门口这边放了一个小盒子，把我的身体乳都放在这里面，这样子我一洗完澡出来我就这边擦一下擦干，擦干完了之后呢就可以涂身体乳，在这边等待身体乳自然吸收了之后再出去。浴室旁边就是洗手台还有镜子，这里的镜子它是做的这种储藏设计的，所以我就可以把我的护肤品啊还有洗脸巾都放在里面，这样外面就不会显得很杂乱。说到护肤品，我就要给你们安利我最近发现的一对超好用的祛痘 CP。 Hello， 我们又回到这个房间了，先给你们看看我的牙齿，我已经戴牙套了，不过我现在有戴着保持器，所以等会说话可能都会不大伶俐。之前我一直听别人说，就是你摘牙套之后戴保持器会比戴牙套更难受，我心想怎么可能呢，直到我真正戴了之后我才发现它是真的比牙套还讨厌。因为我之前戴的是自走钢牙，所以牙套只是在牙齿表面上附上一圈，但现在这个透明的这个保持器吧，它是全封闭式的，就是完全是不透风不透气的，整个牙齿会
闷得特别难受。不过保湿器还是要好好带的，毕竟想成为美女嘛，哎，这点痛我还是能忍的。对了，我要给你们看一下，就是我最近搞到两个超好看的口红颜色，是 Romaine 的雾面唇，有03和05号色。03是那种非常非常有点韩国女团的，有点带眉调的，很正的一个美女色，这支真的好好看，就想象一下它现在印在我的嘴巴上，是不是超级显白？不过它仅限那种冷白皮就超显白，就是会让你冷白皮显得更冷白。另一支就是我嘴上现在这一支，它是05号色，叫 Witty， 它就是橘棕调的一个枫叶红，然后非常顺滑，很有气质。No， 就是我脸上现在这一支，然后它就是像黄皮也是可以放心用的，因为它就是不挑人。反正这两支真的都好好看，就是我最近挖到的宝贝。还有一个，不管你怎么刷，你都刷不出苍蝇腿的睫毛膏，就是 Uni 的这一支，它真的太绝了。首先它是这种极细的刷头，而且它这个刷头取的量就刚刚好，怎么样都不会刷出苍蝇腿。而且它这个睫毛膏它是可以这样子翻折起来的，所以我们在刷下睫毛的时候就不用皱着眉头了，你就直接这样子刷刷刷刷刷就刷完了。还有就是它这个睫毛膏它是有纤维的，所以如果你是睫毛比较短的妹子的话，你还可以用它去就是直接去刷你这个睫毛的尖尖头部分，它就可以帮你延长睫毛的整个长度。这三个真的很好用，就所以我要详细的跟你们讲一讲这一对祛痘 CP， 真的超级好用。因为我最近姨妈推迟，然后内分泌就不是很协调，然后就整个大爆痘。现在虽然还没有完全消掉，但真的改善很多，因为我到现在姨妈都还没有来。不过这一对祛痘 CP 它的祛痘理念跟刷酸是不一样的，它更偏向于抗炎维稳，也就是说即使你是敏感肌，像这两个东西你也是可以大面积去使用的。这瓶的成分真的非常简单，就只有三个，水、丁二醇和甘草提取。但你别看它成分简单，它其实非常有效，比如像甘草提取里面的那个甘草次酸，它就可以很好抑制因为痤疮丙酸杆菌繁殖皮肤所导致的那个应激状态，从而降低血管的通透性，就让你的痘痘周围不会那么的泛红。然后其中的甘草酸呢，它又有很强的一个抗炎效果，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你稳住痘痘，就是控制它的这个长势。还有像甘草黄酮，它也可以降低就是因为炎症导致的色素沉着，也就是说等你痘痘消了之后，你那个痘印它也会小一点淡一点。这瓶精华也非常温和，敏感肌能用，就它已经通过了那个斑贴实验，整个数据的刺激性下来都是显示零。你们看看它这个质地，就是非常非常水，流动性非常强，一点点都不会黏。我前段时间皮肤烂成那样子，就是用这个全脸涂，然后这个再着重去点涂在就是痘痘啊比较严重的地方。这个菜鸟和配方师的祛痘凝胶，这个其实是你们反安利给我的，因为这个凝胶一开始是我们店铺的赠品，就是他们品牌配赠的。很多朋友用了之后找我问我说这个为什么不上架，这个真的超好用，然后我才用了然后我就发现真的是很好用，所以我就上架了。菜鸟和配方师这个品牌我应该不用多说吧，就他们家的东西我到现在都没有踩过雷。他们品牌这次还获得了中国2020年的研发技术奖，就这个奖真的很厉害，我觉得比中国十大化妆品奖还要厉害，因为它是研发技术奖。这个祛痘凝胶它的主打成分是蓝铜胜肽，蓝铜胜肽我之前也有跟你们讲过，就是抗炎、促进伤口愈合、维稳很好用的一个成分，尤其是对泛红的痘痘还有那种新生的红痘印效果非常好。它每一个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然后你要用的时候就捞一点，局部涂在你的痘痘上就可以了。如果你是痘痘比较多的话，你可以局部大面积的去涂，因为它这个也是一点都不会刺激的。我把氛围灯开起来，这个背景有点单调，这还有上一个菜鸟和配方师的东西，就是这一瓶紫不隆咚的水感精油。如果你是想尝试精油但又讨厌精油的油感的人，你就可以试一试这一瓶。这瓶的肤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水，你看一挤出来它就流下来了。它虽然叫精油，但它真的完全没有那种精油的油腻感。
这瓶的全名叫做光感辉耀水感油，你别看它小小一瓶，它里面是有12种保湿成分、11种抗衰成分、8种美白成分和7种抗炎成分，豪华的配方，水一样的触感，全网几乎我就没有看到差评。现在是下午的5:36，我现在先去剪一个视频，差不多6-7点的时候，我男朋友回家，我们就一起去吃晚饭，我再带大家去看一看我家附近的好吃的。今天吃的是这家一碗勾魂面，然后我点的是拌粉，还有素肉。阿浪，阿浪过来，哎，乖宝宝。阿浪，快快进来，我们要关门了。阿浪，快进来，快进来，快点！我现在在理发店的门口。他在剪头发，然后我们两个在这边等他。因为你这个睫毛膏真的很不错哦，虽然我已经用了睫毛打底了，但是它还是很翘，就说明它不是属于那种你用了之后会把你睫毛弄塌的睫毛膏，超棒。